杭州風景好啊，話俾你聽。但係 I tell you what， 六點今日呢場賽事喺杭州舉行。杭州就是你日本隊的 Waterloo， 你的滑鐵路。2009年係嘛？2009年呢個東亞咧，香港隊是擊敗日本的，係嘛？其實不是夜晚啦，係六點啦。其實個時間咧 set 得好好嚇。睇完呢場賽事，香港咧今晚就對日本。睇完波之後啱啦，啊！呢度係新都會廣場 ，Donglo over there。下面有台灣面食，有拉麵食，有西餐 ，yes。咁跟住嗱，如果睇完之後開心嘅，未夠後嘅，食完飯睇場戲咯，橫掂而家啲戲院都拍烏蠅係嘛？